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呢是拍摄一个校园的场景，是拍摄 Olay 的新片子。全是户外戏啊，真的很晒。不过呢，很期待。开工了。今天桌上的这些就是今天要拍摄的产品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两个呢是 Olay 的小白瓶，然后这个是 Olay 的小白瓶面膜，然后这个是小白伞。今天的拍摄顺利的结束了，虽然今天都是户外啊，然后晒了一天，但是多亏有 Olay 小白瓶家族，我今天都没有晒黑哦。让这个炎热的夏天，让他们陪伴你们吧。